美清应台湾世界展望会之邀呢，今天与歌手王力宏到录音室一起来合唱，要一起推出公益的音乐专辑，目的就是呼吁大众关心全球的贫穷儿童。周美青今天带着热情的笑容，牵着台湾世界展望会受助儿童，与歌手王力宏一起高歌手牵手，参与录制台湾世界展望会即将发行的公益音乐专辑，10月5日也将在台北中山堂举办演唱会。受访时，周美青仍展现一贯酷酷嫂的风格。夫人有练很久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感觉怎么样？谢谢啦，谢谢。开心。我帮他回答，我帮他回答。世界展望会的儿童们看到周美青与王力宏展现天真活泼的模样。为了这次演出，周美青除了请歌唱老师指导，播时间勤奋练唱，还特别打听润喉秘方，保持最佳状态，要用公益行塑自己的帮扶运。澳亚卫视王景新、杨德成台北报道。